大家好，这里是重庆，这里是重庆十号线红土地地铁站。这个地铁站是全国最深的地铁站，差不多有31层楼这么高，一共有94米，分4层。现在我带大家去领略一下这个最深的地铁站。这是第一部电梯，这是第二部电梯，这是第三部电梯，坐完这几部电梯要几分钟时间。这是第四部电梯，这是第五部电梯，这是第六部电梯，我从第一部电梯开始拍的，拍完这六部电梯已经过了5分多钟，所以说坐完这几部电梯的话一共要5分多钟。好，这个电梯比皇冠大扶梯还要深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关注阿宁，再见。